姊妹，主啊，你活就是灵力，主啊，你活就是光，主啊，你活就是每一道撮合我兄弟姊妹坦白。主啊，我相信你从来唔把放杀我兄弟姊妹。主啊，无管你遇到咩代志，主啊，你拢要用你活来偷别人，你要用你活来推来解决人问题，你要用你活来解决人家庭，你要用你活来让人觉得活更加有意义，更加有盼望。主要说啊，无管今日我兄弟姐妹遇到咩问题，主但是你今日愿在听哎呀，主啊，你愿在未来祝福我兄弟姐妹。主啊，过去也无管经历啥物代志，主啊，今年是新的一年，主啊，你要愿在做新的工作，到我兄弟姐妹身边。主啊，今年要看到新的成绩、新的奇妙代志发生在我家庭。主啊，让灵力要加添，主啊，让价值要改变。主啊，让个心情，让个心情，让心思拢总要可能改变。你主看到个人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祈祷。阿门。感谢主吼，咱人白白来打开一个出埃及吼，出埃及第十五章22-26节，出埃及记吼，创处立民生吼。创处吼，创世纪后尾第几呐？都来是两节哈。出埃及吗？第十五章20-26节啊。创世纪15:22-26。咱垂钓哈，垂钓尾头前吼，头前个吼，啊，第一本册吼。开始有一个，后壁有现圣经吼，要背个了吼，背母经。第咱来看吼，出埃及第15:12-22节，吼，这边讲到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行过红海，到了一个所在叫做约尔的旷野吼，旷野。要到伊旷野去行了三日，找袂着水，但是到了一个所在叫做马拉那边有水，但是因为水是渴的，所以就叫迄个所在叫做马拉。百姓个向了摩西埋怨讲：我哪里安尼？摩西个讲个呼求耶和华，耶和华就指示伊头前一个站。然后摩西就将这个掌沉到水里面，水就变作甜了。大家讲水变甜了。然后耶和华就在那边为人定了律例典章，在那边去试验伊啦。又搁讲，汝若是留意听我耶和华和侬的话，搁做我所看到的代志，专心听我的诫命。修我的律例，我就无将所予这个埃及的百姓加到咱身顶，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汝人的。伊人到了这个所在叫做以林，多哈边有12个泉源泉啊，水泉啊，啊，华语叫做水泉吼，哈边有70个棕树，伊人就多哈边啊，下川是吧，安林多哈边。咱白白来看吼，在滴圣经节内面，咱看到一个摩西，吼，上帝兴起摩西，吼，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。然后出了埃及，为一个红海，让全部水哩。但是过一后，让全部水，但是水是渴的。哎呀，水是渴的，你把你未渴的水哦，唔捌啦。啊，渴的水，啊，那边渴的水是意思是啥物呢？唔单止是一味是苦，是水都垃圾，可能你咪死，把问题水来看。但是上帝行了一个神迹，就是叫摩西将一个杖沉入水，水嗰度呢变甜起啊。哦，所以看到兄弟姐妹，咱若信主的人，但是我是原在，会拄着问题。哦，上帝带领咱人，啊，咱会拄着苦难，哦，咱拄着苦，哦，苦的水，啊，咱可能。遇到家庭问题、经济问题，哦，心情可能出问题。但是主一无也走一个苦，一心只将一个苦变作甜的水。
哦，你看到上帝，就是要行这个神迹，大咱人人生下来。所以以色列人就是经历了这个代志，哦，也经历了苦，哦，但是上帝，让这个苦变成甜，可以经历上帝恩典。哦，咱们来看，所以你看兄弟姐妹，上帝吼，你听到变怎？神听到变怎？兴起帮助。哦，神看到咱的需要点子啊，伊兴起帮助。哦，你若是看来，咱来看，伊兴起去帮助咱学生囡仔个吼。出埃及，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四到第八节吼。第七十讲，耶和华讲啊，我一百三块的埃及所受的苦，我已经看到了，大家都看到了。伊啊，受到这个国家的抗争，佮发出哀声，哇，凄惨啊，凄惨啊，吼、哦，就是哀怨吼。然后上帝讲哩，我听到了，我原知影伊啊的痛苦，我落来就是要求人脱离埃及人的手。带咱俩出海的地，去到国家美好、国家快的所在。哦，当时吼，就是埃及人是服侍啊，所以吼，以色列人是服侍埃及的人的，哦，也是服侍埃及的人。但是埃及的人有可能，哇，以色列人哇，你讲啥嘢？上帝赐福音后代，人数是哩多，但是埃及的王样的喏，个温度。惊讲哇！这个以色列人边样冷静，边样厉害，所以肯定样，可样节节耕作，可得样吼。所以上帝听到了，上帝看到了，上帝看到听到时，落来做咩？伊要做拯救工作，伊要救咱出来。哦，但是你看咱人吼，咱看到了，咱听到了，咱带唔知啊。你好，你拄着很哎呀，看到了。听到哎呦，唔知，无爱输，哦，忙叫啊，我唔知。但是咱上帝无啥物，伊看到听到了，伊马上会做工的。所以就咧兴起帮助，哦，伊在讲人是未听上帝话，但是伊果是爱了人，伊兴起一个人叫做咩啊？来个讲摩西，哈，摩西吼，摩西，所以说兴起这摩西的人来传呢以色列人。出埃及，哦，归红海，哦，上帝，你看到上帝不是大咱身边啊？伊下一个领袖，还是下一个咧帮助大咱身边来到发出来，所以咱当然讲贵人啊，贵人啊，哦，啊出门也拄到贵人，拄到好人，这是上帝安排哦。哦，上帝嗰啲，这个以色列人不是兴起这个模式，哇，全咧以色列人。以色列人出这个痛苦的所在，哦，出这个痛苦的所在，所以发上帝，唔一是爱啦，哦，所以对于某啲时代来讲，吼，那耶稣已经来未？耶稣已经来了。耶稣大迄阵时，大古拜时，就是犹太人、以色列人的领袖。但是耶稣死了三次复活，然后升天过后，差派怎样落来？圣灵。是哦，大家讲圣灵，啊，圣灵就是大人里面，哦，就是一个领袖、leader， 带领人每一日的脚步。哦，搞神用是哇，上帝已经是将，会使讲将摩西啊，了了咱特别好，随时来带领咱人吼。所以上帝心意就是你看，上帝要何一个兴起一个帮助，甲咱白白同在。然后错人每一日的刻薄，哦，所以看到上帝心意就是，袂予咱去到国家好的所在，哦，所以咱们啊，到时我就讲到活得更美好哈，哦，这是第三哈，这是第三哈，咱们要做活国家好，就会有上帝错了啦，哦，上帝错了啦，哦，所以上帝心意唔是要予咱人拄着痛苦。伊是咪拢是要予咱去好个所在？做下弟兄们，咱相信今年啊，咱个生命无相，咱个生命改变，咱个经历无相影响。主就是要带了咱好个。无讲古板啊，你拄着啥物代志，今年总是有新个物件，予你去经历。哦，最总是要开一条新个路予你。哦，我好。
看哈，我来就是去，喏，摩西从那样归人海，喏，埃及人啊，这以色列人啊，以色列人就是就抗兴。做上帝兴起摩西，从那样走，但是这个埃及还没走，埃及当时的国家是怎样？有权，是那强国家的。讲到打仗，我埃及的人是真好了，有武器，有人。但是上帝看到埃及的人安尼强，但是用武力一个以色列人，所以上帝个话要救出来。但是当时的话，埃及的人歹帮人。埃及王好，是比埃及王歹帮人，让我为以色列人来做我国的鼓励，的鼓励给我们做干，我们先帮人走，让人数真啊济了。哦，像刚刚讲，比如讲你厝无了一年无，同样上帝讲伊也个样。哇，你改啊！你去讲啊，我面前咧济，我一年无我咧，上帝讲伊人走啊，了我咧，他我干要啷做？哇，所以未使未使，别，哦，别，所以上帝讲。我接条网线去警告埃及王，埃及王唔爱听，上帝无降落十个灾难，哦，十个灾难，我俾埃及人，我埃及王跌得袂大啦，放人走，走啊几下啦，埃及王哎呀死我一定，我咧唔甘愿，袂使袂使，袂使你肯放人走，哥再叫叫爹叫兵哦，对呀，哦，祈祷，我一个红海所在。哇！然后这个以色列人问我：天哪，哎呦，死啊死啊！我埃及的人要来杀我了，摩西啊，你错我人来是要叫我死吼？啊，没摩西吼！我讲你埃及做工好好，叫我人出埃及，讲见埃及的人要来杀我了，很多好，我哀怨吼。但是上帝个阿摩西讲话，叫伊怎开红海，啊，开红海，然后摩西个怎带以色列人过了红海。贵了，所以第十五章你看到，哇，有咩人开始欢喜感谢主哦，哇，感谢上帝哦。但是上帝拯救了几下，要祈祷咯。苏尔，大家讲苏尔，啊，苏尔空呀，然后要做咩？要嗰啲空呀，惊三只吹面都醉了。哎呦，上帝惊你无信者，错我贵人开。但是我祈祷这个所在空也是惊三日找无水哦，是不是上帝卖我？哇！当时的无水是怎样解哦？这三日无水是死人的，啊，可能老人，可能大人会打鼾，可能囡仔会打鼾，可能囡仔会打鼾，会老人会打鼾。这三日无水，哎呀，三日无水，断气了，一部开始了，命不得命亡死了，亡死了，拢死乌了。错我人出来，黄金我人出来了，埃及了，黄金哇无水哦，哦，嗰啲埃及会无帮咩？我嗰边死过啲矿业，我安咩冇死哦，讲真哦，我都可能冷就是这个问题哦。上帝救了人，好人第一大救恩，惊这多先只救了人，但是那人当时咩神都有很正气，惊三日吹无水，哎呀，那么几多上帝真是无听的。啊！我信主了，上帝救我了。哦，曾经有安尼喊打下手啊，我今日我拄着三日无水的代志。啊，我相信咱兄弟姐妹捌拄着三日无水吼。啊，啊，对厝嗰个开着水吼，未去抗水了无啊？未讲无水啊？啊，未去抗水了无啊？所以可能咱有些是我到底上帝面前啊。哦，上帝无可能经历过三日无水的代志。哦，但是以色列人啊。要经历这个代志，所以人讲哀怨上帝，哦，埋怨上帝，落来再来看，哇，好掉了，好掉了，要搞一个马拉维，看到这个车，哇，看到这个全员哦，但是你出现咯，哎呀，没理没啊，该啊，惊啥子吹无水，讲你吹掉了，出现咯，开啊，哦，所以佮你所在边个系一个名叫做马拉。哦，麻辣，大家讲麻辣，哇，看到了，食未到，睇到食唔到啊！啊，真系激死我啊！睇到食唔到，哇，有冇未打痕吼？哦，嗰啲挨棍啊，咩啊！你看到上帝，但是咱看吼，
但是咱看，但卖咱讲到上帝就是要救人，去个救人出埃及，带人去个国家好国家好的所在。上帝是因为神的管理，但你知嘛？无管你行三日找无水，无管你看到接未到，哦，你看到人有屋啊，有车啊，人有厝吼，人会惊怪，人会人惊有效，人会顺好，人会安好，人会保好。哎呀，你看无哦，但是总，你知影上帝拢是要带咱去一个好好的所在。哦，所以圣经甲咱讲起，彼得前书吼，彼得前书吼，这是新的嘛，头章第七章。哦，圣经讲到呢，叫咱个信心嘛，上帝是要叫咱个信心，要试验，哦，被考验吼，就是比遐个啊，何悔试验会歹经，搁较宝贵。意思是讲呢，人个信心嘛，那是经历考验，必经嘛，搁较难为啊。好叫咱大耶稣来点子吼，咱个谈着福禄，谈着上帝和咱个荣耀。看到上帝给咱的尊贵，所以看到现在怎样？咱拄着问题吼，咱信心和上帝来考验点啥？咱咱赢过，上帝就是要给咱人尊贵荣耀。上帝不是救咱人的，现在怎样？哦，伊不是救咱人的，伊要给咱人有冠冕，哦，给咱荣耀得到永远。明白现在怎样？比如讲吼。上帝就让你看到一个乞丐，伊唔是喺路口，就喺五十个人去，无吼。上帝是唔是让你带你乞丐，让伊累，让伊穿衫，让伊洗水水，哦，让伊做我的囝，我让伊无穿，哦，伊若经过我考验吼，我让伊无穿，哦，无落去，哦，让伊看到永远的奖赏，这是上帝的事。所以咱系点做咪？主就是要给咱人。唔单止予咱有应许生命，亦是不予咱只有一个有信心的人。有信心的人，万路会荣耀上帝；有信心的人，万路会看得重上帝的无路甲尊贵。或者就是上帝的心，是的心意。所以常常讲，上帝赐给咱人，是为予咱赢过，唔是予咱白多的。但是魔鬼的试探，就是要予你白多落去阴间，把予罪捆绑。和罪来照作，所以上帝赐给咱种是要让人好，不是要让人死。所以当时的以色列人就是无明白吼，我一哀怨，一看已经看到上帝出人归安排，但是呀，哎呀，拄着问题，无过来哀怨，过来哀怨了吼。所以看到兄弟姊妹，咱的心啊，虽然是咱的灵魂啊，已经和上帝拯救了。但是你要知道，咱身躯的肉体内面有一些罪的物件，哦，比如讲埋怨吼，埋怨上帝吼，埋怨上帝，怨道啦，未原谅啦，种种啦，会做好咱人离开上帝，所以上帝要不停的刺激咱人，互咱人更加有信心来赢过这个，赢过咱的问题，哦，互咱赢过，咱未赢过，愈来。一年一年一年，到尾咱愈来愈灵啦，咱愈来愈像个耶稣咧，哇！有才能去爱别人，有才能原谅别人，有才能祝福别人，哦！所以上帝就是要很刺激咱啦，哦！后尾是叫咱有信心嘛，遮济人，遮济时阵咱感觉，哎呀，有福有，家家也都出来奉献，就是叫信心嘛，唔是吼？你若是有信心的人，你可以爱你兄弟姊妹，就简单吼。如果信心来讲，你个原谅，哦，这是罪，哦。如果有信心来讲，你个喏，啊，如果是哇，带人来教会，做主的家学学西，啊，如来这一面嘅改变吼，做信心是讲到，哎呀，你生命，哦，唔是你会做虾米嘢，唔是你做虾米嘢，哦，唔是讲我系讲道，我是有信心嘅人，唔是喊。哦，是我对这个人很重看，这是第二点，哦。就你看下，你只问咱要学啥东西啦？哦，要学啥东西啦？
解决你，但是你唔知个上帝是为甚物，
上帝可能要阮行另外一条路，迄条路可能会带人先主吼。阮若是听上帝带领话，可能这问题，阮上帝要带阮去到认识一个人，哦，去祷告就一个人先主。哦，所以也经常上帝啊，上帝之问。耶稣，伊无经过顶哇，你个世界哦，你看到啊，我是神啊，你人来拜我，你无啊，你无做你怎啊行过？伊只谦卑哦，来个世界，只有一个人哦，为了咱死个十字架哦，伊经历就是要予咱看到生命，伊死个十字架，伊这个伊经历就是予咱看到咩？上帝爱，大家讲上帝爱。所以等咱看到十字架时，哎呀，主为了咱经历死到十字架，因为伊爱我，我经历一个要紧哦。然后我有一个先生吼，教阮辅导学吼，真出名叫做陈婉清啊，新加坡的，真出名的一个牧师来吼，伊是读心理学，佮读辅导学。然后佫做牧师，哦，上帝当使用一个我的先生哦，伊讲到伊跟前伊古邦去一个所在，哇，传福音宣教无累，人家我白白无累，那有阵阵时无累，那是去万山嘛，有一个好心的人讲，哇，我只借福啊，啊，我会使办移民，我只欢喜，哇，感谢主，哇，我无累只了。哇！那是上帝差派的天使哦，安尼办鱼卖好卖好，安尼直接哇就将伊运啊，卖过去，还得成都，哇！真欢喜出去传福音做主的工，这个厨师，我也不错不了，有咩事咧？因为因为那边伊所在吼，常常会无代表，哦，有急事，主啊，你已经好啊，你姐夫我已经看到了。哎呦，我去服侍你，我爱是苦嘛，我唔是爱几百万，哦，啊，做你无看过我，我话好，你笑你笑，啊，但是伊经历，伊无放手，伊好好去面对这问题，好强，哦，伊看到苦未食，哦，像个以色列人款，看到水就是渴未啉，但是伊无放手，上帝吼伊好掉，伊愿在，伊愿接上帝的旨意，传福音做主的工。哇！上帝经历这大事几啊，哇！一波波看到上帝接福，哦，上帝可以机会读册，哦，可以经可以读遮济册，然后遮有名声，然后伊这牧师是遮特别的哦，伊文书是多哩辅导 counseling， 90%人去 counseling， 100%会使讲是算新主了，90%那是。但是这只问题找伊家讲尔，90%去信主，甚至为cancer疼伊滴，哦为人心嘛不准啦，不调，哎呀，伊只一心外，伊只对家己出来，只失望，对家己囝只失望，只激心了，哇！然后去找我先生，讲几下，哇，心开了，头白了，cancer无去了，所以这是叫人家讲内在伊内面的意志。我上帝特別用你做這件事，所以倒下手我請一個人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唔通看吼，咱人的經歷吼是唔要緊。哦，上帝就是要看到你贏過這挑戰，哦，贏過這試驗，然後大大的祝福你，哦，大大的使用你。那以色列人，他們是要經歷出埃及的代誌咧，他們是上帝要救贏出埃及咧，其实上帝唔单止要救恩咧，你若是继续读落去，你就讲上帝要救恩去一个所在，好嘅所在，要带你好嘅所在咧，加恩、利益、利益。上帝讲我救你出来，我要做你人的神，啊，我要做你人的神，你人要遵行我的话，啊，要遵行我的话，我要做你的神，人要做我的听的。所以上帝救恩出来，是要加恩、利益。可以遵守上帝的命令，哦，埃及的人，啊，以色列人，就是住伫埃及的，就是服侍埃及的人，服侍得未神意啊，啊，无神 ，OK， 然后上帝，哎呀，出来，就系讲，因为无，唔把上帝律法已经未记了，上帝嗰三日嘅律约，
要做一样的心，要拯救人，要倒下手人。所以，但是咱看到，所以咱看到吼，摩西就是咱的榜样，然后摩西就是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然后做上帝的儿子。好像摩西，刚刚我一路都看到摩西吼，伊不爱管，还没输的，伊不是爱管上帝啊，伊爱管这个无听话的人。迄个人个无水啉啦，无肉食啦，哩哩哩乱乱乱乱到乱到摩西袂打汗了，吼、哦！上也无水啉嘛，上帝讲伊摩西啊，愈拿一个叉吼，卡哩巴肚，要被放歹命，卡哩巴肚。但是摩西拿起个叉，卡哇，愈来愈顺歹听哇！参摩西唔爱管，袂打汗啊！啊，所以上摩西唔袂接到遮难滴，啊，袂接到遮好个所在遮难滴，吼、哦！所以看到环境会用影响咱啦，吼、哦，环境会影响到咱啦，甚至摩西吼，到后尾你看伊，伊不做错代志，但是摩西一听到，当时点听是伊是安怎咧？拄着问题是，伊头先是祈祷的，伊毋是无祈祷吼，吼、哦，大家讲是听到听你祈祷。我讲啥吼？像。神听到听你祈祷吼，咱来看圣经吼，出埃及吼，摩西呼救吼，爱啊呼求耶和华，哇！伊看到问题了，计要过红海，哎呀，未过，拄着问题啊，无水啉，啊，拄着无水啉，哎呀，但是头上是咩？祈祷个主，以色列人无水啉，骂摩西，骂上帝。啊、哦！但是摩西一祈祷，然后主问我，主我叫伊，哦，主问我，哦，摩西看到主，看到水面，啊，看到水面里面，当时一祈祷，哦，别鬼行开时，哎呀，后尾有敌人要攻击伊时，因我伊不是祈祷，我去看到摩西是一个祈祷的人，伊是一个祈祷的人。哦，是一个祈祷的人。但我来看这经节，这些特别哦。出埃及哦，十四章、十五、到十六章，耶和华对摩西讲：“你看你是哀求，你吩咐以色列人行头前去，为了红海，你向海举手，将这水分开，以色列人就变落海，行到你大地位。但是讲大地位，那你看，兄弟姐妹。”咱在讲祈祷吼，哎呀，要祈祷祈祷祈祷，但是摩西在这边祈祷，有无要祈祷？但是摩西上帝讲咩？你喊咩事？佮要祈祷？佮咩事要求啊？你去啦！你是头犯罪了，我已经为你安怎讲准备了，明白？我但是咱祈祷多，咱是来祈祷尔，吼、哦，祈祷祈祷祈祷，咱咪会晓想啊摩西嘛？向了头前的海，哦，宣告叫它分开。啊，当你遇到问题时，来想到某些啊，向了你家庭问题，向了你经济问题，宣告，宣告上帝头棒，宣告上帝意志，宣告上帝的改变。哦，这是第一只，这是只要紧的吼。咱人相信，咱人会成功。哦，咱相信咱人，人。上帝是必祝福咱成功，但是咱成功甲外海无相应。外海讲的成功是咩？哇！你要积极，哦，你要相信你会，你听到会，你听到会，拄到问题是啷只？会，哦，你讲会，积极就成功。但是讲咱看到吼，只一人讲会咧，容易抑郁症。你讲你会吗？哦，拄到问题硬是讲你会，但是到后尾就抑郁症。OK， 但是咱信主的人，咱相信咱会成功，哈咪说咧？因为上帝呐听咱祈祷，大家讲听上帝听咱祈祷，上帝已经为咱准备了。所以今日咱今日到哈咪说成功，因为上帝已经准备好咱了。咱有成功，咱已经有了。我这边讲啊，哀求，哎呀，无路径啊，该哀求嘛，无信心啊嘛，哦。
但是你看，所以你看，咱基督徒咱的成功，无，甲咱的思想，但是是无咩关系。有但是咱行遐是，咱感觉未贵啦。但是咱会使来基督，吼，咱来基督上帝，阮主要啦。吼，所以咱的成功，甲这个，甲这个思想吼，有但是上帝伊怜悯啦。吼，你看到上帝已经为了咱预备，预备了。吼，所以甲这个所你看哈。所以今日吼，咱人拄着问题，咱先咱要会晓宣告，宣告上帝的能力，吼，唔是干那求尔，吼，唔是干那求尔。所以咱基督徒要学会晓，当咱拄着问题，咱宣告，宣告，宣告，吼，你看到无相，哦，所以当你听诗来讲，吼，你宣告上帝的同在，宣告上帝的旨意，吼，你看到人无信心的点声，你宣告给上帝，你甲你同在。上帝爱你，为你无相了。你看到一个人的心完全开，当你宣告上帝信心，上帝领导人对伊生命点声，你看到问题就改变了吼。所以上帝听到听到几多话，有一个查某吼，伊是到你苏格兰吼，伊是一个苏格人啊，苏格兰，伊去到这个非洲吼，非洲那边传道哦，然后。伊在国外边，唔单止食食济苦，甚至啊，伊看病咧，看病到无力，伊跪落来祈祷，祈祷背后咧，有一个人敲门，哦，敲门，给伊一包物件，一包物件，伊开起，哎呀，拢总是白来，苏格兰食苏啊，苏格兰人食会白来，哎呀，惨啊，上帝，侬无派来救我吼！我白只啦，种物，哦，所以这个传教士吼，这查某吼，佮照食，无药食，也无肥食，也无哩食，食只食，可能食一百，食两礼拜，食了病好去，哦，食感谢主，然后伊去佮去讲道了，才佮佮人讲见证，哇，讲主安怎，安怎到下手伊，到伊无哩感情吼，听伊祈祷吼，哇，派一个人送物件来食。哦，令到伊病好去。哎，讲到倒过后，落去感谢有一个基督徒的医生吼，老板，佮伊讲哇，你得的病吼，就是要食这个物件，啊，佮伊好个，啊，要食六礼拜，啊，你佮伊好。做看到上帝吼，听咱祈祷，上帝听咱祈祷，已经为咱准备了。当你看病时，拄到迄问题，其实吼，上帝已经知了，只袂咱人。去祈祷吼，吃食去求伊，所以上帝要行神迹，伊毋是伊家己一人行，伊要甲咱人平平同工。所以但是祈祷兄弟姊妹无用，哎呀，咱所谓祈祷，上帝就咧护我安尼啊。咱所谓宣告上帝的祝福个，倒在生命内面呢，哎呀，上帝知伊嘛，免讲伊嘛，其实毋是吼，上帝未接掉咱祈祷，互咱看到，咱所求的谈了。伊要予咱经历伊的信心，伊要予咱经历伊为了咱所准备的。做下第几卖？圣经教导咱，我讲，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十到第一节吼，汝人毋通爱怨啊，毋通想个，毋通发爱怨，就想个这个啊，会灭灭何何何这个灭灭灭来所灭。哦，汝人拄着这个代志，就是要做这个。简介吼，拢总是有啲圣经，就是要警戒咱人一个后代的人吼，末世的人吼。这是讲到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一情形。以色列人出埃及，就是哀怨，做上帝灭掉，灭掉，唔也是灭掉。所以摩西出来，带以色列人出来，你迄一代死个了。哦，要到你旷野去流，行来行去四十年，流死、病死，为何上帝先看死？哦，应该一哀怨。哦，所以你唔通随便哦，拄着问题就哀怨上帝。哦，落上帝，落主，落这里，落那里哦，你要好好来思考。哦，思想家己的问题，哦，唔通哀怨，和上帝来灭了人哦。所以上帝吞论的哦，所以。上帝论
咱人哦，但是伊实际代志吼，伊无去甲人解头，你知吼？上帝是一路来甲人转多少？啊，我听一个人讲过，上帝那是水多，甲你水多少？你还这个物件，伊无伊想你想啊？伊唔知吼，但是伊知，伊是听了。第二、第三、第四、第五、第六，听啊，去够了，满了，去水多少？啊，咱上帝是的吗？啊，所以。以色列人不是的吗 ？Stop stop， 一看到新家，一拄到问题，但是也无法互助。哦 ，stop stop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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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top， 上帝也算无错。哦，所以请你注意，上帝是听咱耳朵的神。哦，所以人讲耶稣吼，耶稣吼，耶了是要耶，啊耶，耶啊耶稣，多手一个，对，加手一个，嘿，啊。耶稣也是多少一个耳啊，只少一个耳啊，啊大家也少吼，多少一个耳啊，都也只少一个耳啊，耶哦耶稣的耶，耶稣多少遍听了几多啊，只少遍，多一个耳啊听了几多吼，两个耳啊，两个耳吼，啊只出名啊出名吼，所以讲你不要讲上帝听了几多吼，被上帝不知你听了几多吼，上帝。安怎？伊要启示录，大家讲启示，啊，唔是启示录，是讲未记的启示 ，Revelation 哈，开啊开始啊，啊开始啊，讲梦就开始，启示哈，哦，啊，前面是叫启示，启示是空调，无人会知，干那上帝知呀，上帝启示录，好你知哦，好你知伊物件是开来，上帝开来，好你知，叫做启示，啊，无上帝空调无人知，啊，无人知。所以他们还没数到，在我耶稣是神，我唔是牧师，我讲哦，是神哦，启示录。哦，我听了牧师讲，但是上帝我做一工，后你再讲一次，哦，所以看你看到一个十字架，咁只不是上帝启示录，后你再讲哦，上帝的爱。你看到耶稣就拍冰箱，你点想？哎呀，上帝你再讲，伊是伊地位是，哦，伊启示录哦，后你再讲，总得看。摩西个号召耶和华个指示伊个乜？有一个掌，佮你讲有一个掌，啊，掂落去水内面。所以，那是无，伊那是无，啊，摩西那是无祈祷吼，上帝佮无会知啊。原来这个掌吼，俾有一个掌掂落去，这个靠个水，马路佮伊恩典。所以下底只嘛，你话着，咱神啊。是爱咱啦，哦，伊予咱知，伊开咱目睭，哦，当你看到可能你惊无听吼，你知几多主啊，叫你开目睭，来看到，哦，主为我，啊，无你唔知路，惊是主啊，叫你开个目睭，我知我头前边要做，我几多大变高了几多吼，哦，爱问爱认白痴，咱看一个例子吼。你講字下有十個不十件，先嘅木字，主要是先嘅木字。以利沙嚇，你講以利沙，啊以利沙，清早起來，佢看到車馬兵，哇，威點嗰啲聲，然後這個仆人啊咩，以利沙就對神嘅人講，哎呀慘了主啊，我唔好咧，你看，我講你這人威了我，要害我啦。要抬我了，嘿！然后伊丽莎就叫，伊丽莎就祈祷耶和华叫你开咱目睭，好让看到，哦，好让看到。然后耶和华佮开敌人的目睭，伊让看到，哇！原来伊丽莎后尾个了是上帝的兵啊，有火车、火的马，哇！好让看到，嘿！然后伊丽莎佮祈祷。主啊，叫侬看眼目睭吼，然后我只要行了，只目睭搁再看袂着啦。所以看到伊丽莎吼，就是一个例子，大人讲哇，原来咱有一个官兵，有一个官兵，哦，会使祈祷叫上帝开人目睭，甚至叫上帝看人目睭吼，把人看袂着吼，哦，然后这个大事过后，这个兵就无怕伊丽莎了，人家讲哇，原来上帝吼，甲伊丽莎同在吼，所以无够本吼，
都有人攻击你吼，还是拄着好的问题，你会使祈祷求主开了目睭，吼，为主开了目睭吼。所以咱看到你，哇，摩西将水，佮将个树杖，掂着水，水佮变做甜了吼，水佮变做甜了。所以咱看到，哇，摩西伊用信心来仰望主。哦，主和那海星星的相处赏赐，某些信息的顺服，佮谈着信心的成就。好、哦，试下吼，试下吼，信心的仰望，佮谈着信心的忠心吼，信心的顺服，佮谈着信心的成就。哦，所以对主，佮要有一个信心，哦。加来仰望上帝，加来祈祷。还有一个英国的兄弟吼，去到日本传教。英国兄弟，但是这个英国人啊，伊是超人代，国王无哦。但是上帝哦，甲伊讲吼，甲这英国人讲吼，后尾何条路吼，到日本去传福音，做我的牧师啊。伊惊，吼，伊惊。然后有一个牧师，另外一个牧师鼓励阮祈祷，主要使用阮听到话语的这个嘴哦，字也看到头壳。你祈祷祈祷祈祷，哎呀，伊超人呆哦，讲无好，安尼哈，主异地哦，只为上帝大大使用的人哦。我大家人无读册，阮捌到一个姊妹哦，到恁台湾回来，伊是马来西亚去台湾学习。哦，伊细细汉个大汉时，讲嘛不是，差人呆，啊，听不清楚，伊讲啥话你听不，你听不清楚，要听哈就讲伊嘞，啊，但是上帝何调伊吼，何调这查某囡仔吼，伊四岁我同四我一岁，哦，要叫伊做牧师，祈祷，哦，伊差人呆好命，哦，伊是青少年牧师吼，青少年牧师，伊祈祷，伊会教伊暂时忙碌个。青少年包括四十人咧，上一进进来咧，上帝平起吼，四十人跌跌就变五百人了。哦，所以讲咧，上帝必用一个人吼，也是开路给人。所以人哋即话，咱唔通讲，咱哎呀，咱上帝无听咱耳朵吼，哦，上帝必听咱耳朵吼，咱用信心来回应伊吼，用信心来回应。OK， 咱来看，讲到一个指示吼，摩西呼叫耶和华，耶和华就指示伊，头先一个掌，将这个掌沉落水，水就变甜啦。那当咱拄着问题，感谢是上帝，系咪讲头前有一个掌，我准备了。但是耶和华就发病，唔是甲咱讲头前一个掌啊，耶和华就发病，佫互人努力。点赞哦！上帝的加持哦！上帝的话，上帝的命令，本身是嚟启示嚟。今次安怎咱知个主是爱咱人？上帝启示咱人。今次安怎知个上帝是圣洁？咱做一件要圣洁物，因为上帝律例点赞个人讲，咱人要照做。所以上帝我们是嚟启示呢，咱唔通个人看呀。主要我拄着问题了，求你传念我，给我看见一下。咱主要话点正，你要记住，主要你开了目睭，给我看你话，看你面经。哦，所以读圣经哦，是真要紧啊，唔是安尼读哦。哦，我系青少年的一个Sean吼，伊个堂母真济学圣经，信主的，咁真济读这个圣经的单词吼。也无真正明白主的话，也是读的，当作一堂的册读。但是无信主，无去教会，但是读圣经比较济哦，搁真厉害哦。但是无相信圣经，主无开，你无互主开的目睭，所以看袂到，看无明白主的话，看无明白主的话。搁一个人啊，若是无上帝开目睭来读圣经哦，伊日日读，日日歹读咧，日日读日日无病咧，啊，日日读日日怪异咧。然后你看到他们说的这宗教哦，那些那些派哦，或是男的问题哦，也无好几多主规啊，嘛就来读主的话，哦，家己乱来，哦，所以直直读直直乱，家己乱的，哦，
哦，所以上帝哇是一个启示哈，好让人知讲哇，要尊敬伊哇。然后上帝佫讲，你阮人要专心听我耶和华的话，阮若是做我看对的代志，阮若是做，若是专心听我的话，修我的话来讲，我佫无将这个埃及人的疾病加到咱身体，因为我耶和华是医治百姓的。哦，我是医治阮人的，所以阮人要专心听我启示互阮的话，哦，唔通哀怨。啊，你看那边。哦，你是真趣味啊！一无一看到这个苦的水感情，个决心啊无水灵，未能看到，睇到食唔到。哦，但是上帝爱人，将这个苦的水啊变到甜。但是一无以色列人慢慢都想不到，原来行到头前淡薄咧，有十二个水大的这个水泉在头前。哦，行淡薄咧。有十二个啊，十二个大大个诶，即个井哦，即个水泉哦，互拢啉甲拢饱。哇！但是人有影嘛，行一条尾吼，咱来看地图吼，你看咧啊，地图吼，啊，即是马拉，马拉伫滴落到北咧，就是叫咩伊林啊，啊，一个是到这边看到一个苦苦的水，但是一无想到行淡薄咧伊林，就是十二个井等了。哦，人就是未坚持到尾，拄着问题咁只哀怨，我但是上帝，好好吼，看到咱哀怨了，看咱未熟了，佮用心食将这苦的水啊，变到甜啊，我天下变咁只，哎呀，然后我感觉哎呦，原来上帝吼，已经个头前已经准备安尼丰富的物件给我了，安怎么竟埋怨呢？安咪竟相信上帝呢？哦，所以你看到吼，这平面跟这平差不多八公里多吼，佮加加两步俩，你看到上帝祝福满满了。哦，这个是咱个上帝。哦，大致这个这所在吼，第几年以前吼，有一个新闻广告吼，这个安第斯山脉吼，这个所在吼，有空难，或是用兵啊，哦，用坐飞机出大事，或倒落一个安第斯山脉，哦，这个所在，然后又感觉我死了，我飞机啊飞落去山坡下面，然后无死呢，无人救我人呢，一个死，哦，所以无物件食，哪只人死啊，哪只样，啊，空难嘛，或倒落山坡面。我也未做工啊！哦，你当时咪知啊，病来啦。但是一想未到哦，原来隔行一捞呢吼，后尾山吼是一个人间天堂来的。哇！那边是一个大所在，哦，是一个好的所在，还咩乜路？哦，但是这个人拄着空难，甲只目睹的山巴，感觉死啦！哎，感觉成个鬼死啦，惨成个啦！你无想到后尾哇，原来是一个好的所在，隔行一步呢。哦，所以这个病人怎个了？死落山坝，搞位死落山坝。你看了兄弟，即嘛只这时阵吼，咱人上早放散放弃咧，咱拄着问题，哎呀，咱讲未，但是想未到，咱行落去咧，行轮落去咧，头前就是上帝所准备，予咱个所在。哦，咱白白来祈祷吼。